即马阴暗开始，咱来对这个净土的意义，大概来了解一下呢。啊，安怎样往生净土呢？那么这个咱做标题，这个标题内容哦，咱有啊去讲啊做净土法义。那么现时咱佛教人哈，佛教有一个怪现象。这个怪现象是安怎讲呢？比如讲，有人去念佛，去念佛的中间，甲问讲啊，你修什么宗的？伊讲啊，我着修净土宗的安尼。啊，即有个人一般着问讲啊，你去修对一宗的？伊讲啊，我去修净土宗的。啊，净土宗敢是敢若算念珠？应该毋是吧？啊，了解吼，应该袂使安尼讲。我给圣念珠，给念佛号，我就是给修净土宗的，不是这个样子。这是怪现象啊！哈，怪现象。我你讲，我并无讲了巧，刚才就讲交讲过境安尼。因为这个佛教的净土宗的信仰，照讲哦哈，咱这么讲这个实在哈，在佛法中哦，有那是一项真重要的法门安尼。真正法门了，所以这个净土的佛法的意义，啊，甲伊的价值性，真正学佛的人吼，无几个知影。但是真正学佛的人无几个知影呢？应该学佛人爱知影，安尼，爱实在知影。譬如讲，我今仔要修什么宗？啊，到底这个什么宗？这个宗的意思、意义到底是指什么话？譬如讲，今仔我要修净土宗，安尼可以。不过净土宗的这个是一个意义，甲价值伫对伫遮，应该爱全部知影呢。哦，所以一般人听到净土了后，即马讲一般人啦哈，一般哦，因为伊都无解了解净土的实质，所以听到净土就想到西方的极乐国土安尼。所以这个意思就讲一般的人，那么有哪会想到阿弥陀佛？哦，甚至呢，差不多知影讲啊，我若要去阿弥陀佛的国土，我要来去西方极乐国土，我唯有念佛往生，敢若知影这个代志安尼尔。一般哈，我一般，但是不过呢，佛教中所讲的这念佛，啊，甲含净土哦，念佛甲净土，是干那给讲到西方净土安尼。啊，唔过这个念佛的意义，有哪无完全知影？足侪人真正唔捌就对了，真正十足个唔捌，以为干那持一句善号安尼尔，吼、哦。所以呢，今日都有甲咱讲，唔是干那讲清念佛的善号，不只是安尼，但是特别注重弥陀净土的中国佛教的信仰。佛教中的这个信仰呢，伊唔知讲这个弥陀净土这款的思想是由中国由这个西域传过来咱中国的。那么了后呢，啊，甲伫中国甲发展起来，在印度并无介注重这个问题，安尼了解哈。所以现在咱从这个佛教的观点。哦，啊，甲这个重点，咱即马用一个真有条理来甲大家说明一下安尼。讲我今仔日要修净土，安怎修得到？啊，有关净土是偌济净土？净土实质到底是啥物？从今仔日开始呢，对这个甲大家真分析和详细一下。那么这个在佛教中来对人吼，咱应该可以安尼讲，讲啥物？讲戒律甲净土。啊，净土甲唯识，戒律的律宗，啊，净土的一般讲净土宗，啊，这个甲唯识宗，哦，这虽然讲有甲分开哦，唔过应该，哦，无应该的对，无应该个别独立安尼，无应该讲啊，我得去修律宗，还是讲我得去修净土宗，还是讲我去修唯识宗，应该袂使分别者。
啊，那未使分辨呢？其实有直接关系啊呢。好、哦，就讲律宗也好啦，净土也好啦，唯识也好，有直接关系。好、哦，按、啊、这个就是好比这个太乙大师有讲过了哈，讲这个律为三性共基，那么这个净为三性共比啊呢？这个比就是何比的意思。那么这是按怎讲？因为概率咯。是三性圣人，比如讲二性的阿罗汉、甲辟支佛以及大乘菩萨道，哦，即、这个在修行的即个自独善其身的圣人，甲兼善天下广度众生的即个菩萨道呢，是应该共同成就的即个基础安尼。三性圣人，如果你若无照基础来啊，那就讲佛陀去讲戒律论、戒定慧。哦，安尼有迄个慧开当解脱，所以今仔日有慧开当度众生，所以即个在戒定慧呢，即个戒字戒律是咱共同的基础。哦，就是人天性嘛是安尼哦，有那就是众生未对了恶道的主要律法。比如讲，咱今仔在家居士就无修戒律，绝对袂使。你若是无修戒律，必定做恶业，做恶业将来必定对了。所以这个可以讲，无论是出家还是讲在家的三宝弟子，绝对袂使离开戒律，有哪袂使违反着戒律，这是事实的。但是，比如讲咱诸位有五戒、有十善戒，啊，阮呢有哪爱十善戒为基础，甚至今仔日的阮还搁在以菩萨三珠戒。这个讲起来呢，他们所讲的这几种的名称，拢含戒有相关，哦。所以这个在家地主啦，还是讲出家的三宝地主，绝对袂使违反戒律，嘛袂使离开戒律，也可以安尼讲。安怎讲呢？譬如讲，今日整个佛法来甲讲哦，戒尊法尊，戒无法妄，这是实的代志。因为当时佛陀要涅槃的时阵，阿难问佛陀，讲佛陀，你若是涅槃了，阮在地主要以何？以什么为师安尼？佛陀卡讲以戒律为师。哦，安尼就是讲，今仔日如果戒那有三宝弟子，无论出家在家，若有修戒，那么这个佛陀就长存。但是三宝弟子若是无修戒呢，这个佛陀就消灭。不过即嘛是已经办法啦，众生对这个戒无戒注重。哈、哦，所以这个戒和整体佛法应该是息息相关。所以佛法绝对袂使离开戒律，那是无戒律就无佛法啦。可以安尼讲啊，爱注意哈，大家爱注意。所以佛弟子呢，要保护佛教，永久长存人间的，必定爱好好修戒律。就是讲，你本身要实质的解脱，你若无修戒律，也是袂使的。这是事实的代志哈。所以这个搁再讲呢，这个净土，即马搁加转的，谈到是讲戒律。现在来讲净土，这个净土有分一个叫做五性，啊，分一个叫做三性。不过呢，这个净土就是五性和三性共同仰望的理想世界。但是这句话唔通偏差，有的法师就甲讲，绝对爱去西方净土，唔是安尼讲，绝对唔是安尼讲。哦，那是不能够是一项。真夹义、真恶、真少的意义呢？不是讲我今仔讲到净土，就一定去西方净土，因为这个净土是咱这个三圣五圣共同仰望的一个理想世界。其他像是天台宗啦、显修宗，啊，加这个唯识宗、三轮宗、加禅宗，事实讲这几宗哦，拢总是去修净土行。是一定要知道，但是不是说修净土行，他就是说我要去西方净土，不是这样，绝对不能误会。所以你们大家如果人家说、啊、现在修净土就是要去西方，你们不能听那个话，不是这样说的，你记得好、哦、你们不能听一些法义上就没有彻底了解的法师、啊、修净土中就是要去西方，不是这样、哦、要注意这点、哦，这个禅宗有那是个修净土，三轮宗来修净土，唯识宗啊、显修宗，加这个法华宗，
拢总是去修净土。但你唔通误会，讲就是要修去西方净土，不是这个样子。哦，因为这个修行净土，这个就是在咱佛教中共同的志向。志向就讲志气、意向安尼。哦，立志我要成就净土，安尼意思啊。但是绝对唔是一派，啊，是讲一种的特别代志安尼咧，唔是安尼，唔是讲啊，我这种就是去修净土宗，我这种较叫做净土宗，唔是安尼。哦，爱记好啊！啊，阮这派在去修净土宗，有哪毋是安尼？因为如果咱今仔日大家徛伫全体佛教的这个立场来甲讲，含专门弘扬净土宗这边的人的看法，全体佛教的立场讲，啊，甲弘扬净土宗这边的人的看法，当然多多少少有出入安尼。但是不是一瞬间出入，有很大的出入。什么很大的出入？因为看法和修法不一样。所以他们都有说到律宗、净土和威胁，他们以为你们威胁归威胁，你们修律的人归去修律，我们修净土的修净土，绝对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看法，偏差就很大，真的偏差很大。那么这个当然，咱首先对这个净土到底是什么意思？哦，譬如讲是安怎开始讲，他们都讲的这个显修宗啦、法华宗啦、唯识宗啦、哈三论宗、甲禅宗，伊拢在修净土呢？是安怎开始讲这两宗？这几宗和净土拢有实质关系呢？当然，首先从这个净土意思来甲讲一下呢，安尼来就了解讲，今仔日佛教要促成的完全是拢净土的问题，哦，唔是干那即几宗啦吼。事实无论九大宗，还是讲十二宗、十二大宗，拢总好啦，拢总是含净土有直接关系。因为即是净土的土是啥物？净土的土，迄个都叫做擦，啊擦就是擦土，啊即、這个擦土的意思就是叫指世界安尼。那么世界有哪叫做一个所在，一个地方？哦，安尼内容来讲就了解。所以净土可以讲就是一个清净的所在安尼。哦，但是这个清字呢，到底安怎叫做清净？就是讲无污染，啊，无垢秽。这个垢秽就是垃圾的意思，无污染，无垃圾。但是呢？无污染甲无垃圾，当然即个有牵连到即个净报甲依报。咱的内色若无污染，不管即个八色当中，若是无污染、无垢秽，安尼就变净土啊。哦，所以但是呢，有关即个法义上有一种叫做消极，有一种叫做积极，两种意义。从佛法中去讲的即个净字哈。净土的这个净，就是当然对治杂念安尼。那是杂念的众生，就用净来法义上来解说明。所以这个净和杂念是相对法。哦，比如讲，咱佛法中有讲到这个名相叫做无垢，无垢就讲无垃圾，无漏就讲无对待，无漏也就是讲无烦恼。那么再讲空性中，吼，也是讲空性无垢无漏，空性拢总是讲净土的这个意思安尼。大家注意这点一下，无漏无垢就是净土，无漏就是净土，空性的本体也就是清净安尼。如来宗的清净，如来宗一个名叫做空性。空性亲像虚空，无污染。这意思在讲安尼，所以叫做清净意思。唔过无污染，应该就是清净安尼。无，那是无污染，就叫做清净。譬如讲，咱一间厝七家真清气上，吼，安尼一间厝叫做清净。啊，那是一间厝都窗啊、垃圾、楼梯、手锁，一四间强盗啥拢全毁掉。
安尼即个叫做污染。咱人的心那是多烦恼，安尼叫做污染。哦，何必讲咱也无烦恼，就是有智慧相像安尼。所以，这个净土和智慧应该有哪有直接关系着？净土心净土的人必定有智慧，心烦恼的人必定无智慧。咱记好，烦恼就是杂念，啊，就是妄心。所以，这种的人较无智慧。啊，若是内心清净无烦恼，这个人心稳定是应该较有智慧。所以，心性净土当然都有智慧安尼。但是如果比如讲，比如讲，即对待法的中间，比如讲一个人亲人心真重，安尼即个人绝对无自卑。哦，安尼讲就知影，因为亲人心重的人，拢会够受气啦，啊，就头下得要搭起来，搭起来啦。啊，那看到对方未下的意思，啊，就受气，冤家相骂。即个有那叫做亲畏，但是有那叫做烦恼。所以这种的人应该是较无自卑心。哦、所以若是如果无杂念所产生的这个烦恼过失，等于就是有清净的功德安尼。因为这个上大法就是安尼，所以这个叫做啥？有杂念，就是等于有轻畏，啊，就无自卑，啊，无自卑是甚物关？就等于内心无清净性安尼，就是无清净性，讲就无迄、那个。顶观众生，平等看众生，啊，都无咧忍辱行。有忍辱行的人，必定内心清净；无忍辱行的人，一定都轻畏，一定内心污秽安尼。那么这个呢，那安尼来个讲，清净这句话内容，合该是属于积极性的这个真实安尼。所以这个问题，就爱积极修养家己。安尼来内心较清净，较有自卑，较无烦恼安尼。但是可以讲呢，这个净字会使安尼讲，就讲一点不染，一点不染，无污染，无污秽。比如讲，咱今日内心那是还够微细，而且了够无明显啦，是讲这个染的话啦，安尼就是无达到具足。对嘞，那么咱凡夫的人得污染，所以凡夫的人得缺失安尼。但是这个菩萨是消污染，所以菩萨是消过失。啊，那是这个佛陀都无污染，无污染就完全无过失安尼。哦，这个所以一定爱三学净土的人，较达到无污染。这个就是讲，见思而行，见思而行就是污染。啊，那是这个定沙黑到无明行，这种种叫做污染。但是佛陀也无见思行，也无无明，哈、哦。这个三业拢讲净土，所以佛陀本身就达到这个心清净安尼。咱凡夫就是要对中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清净就一点不染，就是讲无半点的污染，也就是较会当补足功德庄严的真实性。安那功德庄严的真实性，譬如讲咱人的内心拢讲无污染嘛，安尼来甲讲吼，安尼唔就变作净土，较恢复到本来的如来藏的空性。那安尼来甲讲，迄、那个功德庄严，就现出三十二相、八十种的随行好，吼、哦，应该大家知影。啊，个三明四谛、五感六通都完全拢现出来，安尼即个叫做功德庄严的真实性安尼。吼、哦，但是净土可以甲讲呢，吼、哦，就是一个清净的所在，也可以讲。谈到即个是叫之心，之咱人，啊，即么即个是叫之国度。迄就是讲一个庄严、清净、微妙的世界。头前迄个是讲正报，啊，这个是叫讲依报环境。哦，比如讲咱一个人来甲讲啦吼，你若真清气想的话啦吼，那么你厝内就整理甲非常清气。啊，你若都无啥清气想，当然厝内就灰尘啦、垃圾啦，吼安尼尘甲一大堆的这个歹物件啦。安尼内底那粪扫桶嘞啦，粪扫堆嘞，吼、哦，伊就是伊身躯并无解，内心无解清净性，所以看到这个无清净性，伊嘛袂感觉安怎。啊，你内心若是真清净性，那么环境若是无调理，啊无清净，你着擦啦，你着整理啦，
啊，无好诶物件就搬搬互出去啦，卖踮内底去定，去定地、定环境安尼。这个对头前讲诶，就是心清净，那么国土就清净。这个是讲安尼，所以这个净土就等于微妙诶世界，佛法中诶清净意义哦，就是重要是去讲净。净当然是心净甲诶，即马去讲诶，这个叫做国土净，这个净。伫佛法中的这个中心思想，会去进行。所以今日我谈到讲过，各种的内容，就是我那要达到净的意思。每一种内底人，九大宗还是三宗，佮分落的几宗，拢总为着净。好、哦，那么这个净也是佛法中修持完成后，诶，这个重要意义安尼，您来注意这点哈。咱今日是就是要修个心净。咱做修个心净，甲以报土净安尼。所以这个净的意义用两方面来讲，一就是众生的身心清净。这个身心清净，譬如讲咱来心清净，无贪嗔痴，那么身躯就清净，身躯清净就无杀盗淫恶口、忌欲妄言两舌安尼。啊，那是如果咱的心啊未清净，当然就是有贪嗔痴。那么当然，身躯都有杀盗淫，有恶口、忌欲、妄言、两舌，这个就是啥呢？它会产生恶业。啊，那是心净，就变成十善业。吼、哦，这个东，一就是众生身心净，第二就是世界国土清净。今仔日那是身心清净，就变化出一个清净国土出来，就是无，就远离六道轮回。啊，那六道轮回虽然有善道、恶道来讲，但是这两种误会，这两种误念哈，这个要注意这点。无论你去天国啦、天堂啦，拢总是误念；，啊是落去地狱、恶鬼、畜生，这拢是误念，就是心无清净，它变化这种环境出来。如果是心清净，就无这个六道的这个苦报的咧，这是必然的代志。但是进来这个讲较快一点，就讲阿含经。有讲到讲心呐清净，啊众生就清净，心清净，众生就清净。这款的话啦吼，等于啥货呢？等于这个个佛，这个儒家内底八条目，迄、那个大学讲的这个八条目，伊讲你乃当觉悟，那么当然身心就清净。觉悟第一滴当然就是修心，静心修心安尼，这个必定就安尼。所以这个就是啥？心若清净，啊，心清净了，这个也清净，那个也清净，当然达到治国平天下。啊，甲修心者甲治国平天下，安尼，这个就心甲依报土，正报心甲依报土，拢总达到有一个究竟，诶，一个个规律安尼。吼、哦，这个就心若清净，那么众生清净，啊，众生清净，国土就清净，这是必然的代志。那么这为毛结经较讲安尼心静，那么佛陀就静。佛陀静这句话，我即马甲注意讲一下，讲心呐静，这个净土就现安尼。吼、哦，那么这个对对讲起，譬如讲咱个人的家庭，你若是心清去想，你的家庭就有规律。啊，这个大细汉囡仔生活就有一个规矩。啊，如果做爸母的人心无清净。的话啦吼，当然你的生活规则就完全脱节，完全脱节的内底无啥啥，囡仔也无要上课，也无要读册，也无要创啥货，拢无要照规矩、照步骤来，安尼就是乱。吼，啊，若做爸母的人精，怎样教育囝，啊，环境精，囡仔有规矩，安尼这个家庭就真圆满。这个就是用世间法来个比喻，就讲精的国土安尼，你的家庭就变成一个精的国土。就是儒家思想内底迄个八条目中去讲迄个家宅安尼，吼、哦，啊你自己心静，你着修心咧，啊修心较来影响家宅安尼，啊那么这个就是心静即佛土现安尼，啊那心不静呢，当然是胃土，一个家长的人无啥啥啦，啉酒啦、嫖啦、赌啦、淫啦，安尼唔着污染点点。那么这个污染的人生，当然就影响伊的厝内内底无啥啥。有那囡仔污染啦，还是讲翁仔某袂好啦，家庭大细汉囡仔袂好，
这个叫做无量安尼。哦，所以一切的一切都对，无论这个小国内底人，而这个个家庭，还是讲社会，还是讲整个国家，还是讲整个世界，有那是以情为主，心呐情，这个清净国度都现，这是必然的代志。所以进来底较讲安尼，心净众生净。但心净众生净，有人会讲安尼讲，啊，我若要净别人唔净，你咪去管别人安怎？听好无？人若是讲，我家己自净起，我家己修家己起，别人要修唔修，我家己讲唔免管。你若会向个人想家己，我要净，安尼就净与众生就完全拢种清净啊！你唔免去考虑别人。爱注意这点，有时阵吼，咱佛教中有那有人讲，啊，我都要修，啊，阮厝内人唔修，有诶讲，啊，我都要度阮厝内人，真歹度。我咧讲，万只考虑海。我跟你讲真正，你本身凡事心未净，那么心未净，当然你要道理出来，人是较有考虑的余地。你要注意这点，所以你免考虑，因为你考虑啥呢？我有一天，万一环境变化，我会当搁在佛法中出出入入一边。我会当把握伫佛陀中的修持下面，你先考虑这点。你若是会当考虑这点，当然是对你本身清清净气，清净气了后，这个因缘开来促成度厝内的人，开来度一切众生安尼。如果你本身还佫是一个泥菩萨过江，自身都难保啊，你干来去关心别人，安尼可能较有一个跳级。哦，你本身会当来发挥故障，智慧故障，安尼来自立其心，自净其心。即句话你来当做起来，当然厝内的人会看样安尼。那像讲当时这个个佛陀一个建立这个成就佛陀了，你甲看伊啊一辈兄弟啊，拢总大家来归顺佛陀，这个就是最根本的代志安尼。哦，即马注意，所以讲心净即种。即众生净，吼、哦，啊，若心净，就国土就清净安尼。啊，这个国土一个指什么？这个会当讲，咱人的这个自身哦，原来是一个一小天下，咱的家庭也是一小天下。你注意，你内心若清净，无贪嗔痴，当然你的举止行动都会循规蹈矩，吼、哦，都有一个正确性。啊，你若是心无清净，就是有贪嗔痴。当然，都杀多淫啦，都受气骂人啦，种种的这个问题都生啊。这个叫做小天下中，你家己都无法当统治。譬如讲，今日这忽然间爆一个出来，你就是本身内心无清净，你家己控制袂掉。好，也是讲你内心内底有各种的这个不正常的这个心思，就是等于你内心内底有问题的咧。那么有问题，你就家己讲反省、反观其心。啊！我今仔有这个不正常的这个话啦，不正常的这个面色啦，这个是我内底有问题。吼、哦，所以这个其他这个举止行动，伊就浮现迄、那个真无正常的这个动作啊，甲语言出来。所以重要就是要建立如何心境啊，这个小天下，这个心伊就清净。啊，小天下的心啊清净，国土就清净，家庭就清净。啊，较影响社会清净，树林清净，这必定系安尼。哦，所以这个佛文中的无量义哈、哦，无论今仔日八万四千法，还是讲这个根本佛教啦，伊有哪重要是以情为本安尼。你来注意这点，就是要教众生如何净土业色，成就一个内色，迄、那个暗摩如色清净安尼。重要是计讲以情为本。您记这句话、哦、那么这唯识学所注重的这个净，唯识学所注重的第八识阿赖耶识的净智清净安尼。因为咱的第八识本来就是一个清净如来性，啊，受到其他这个业识甲根本无明、根本烦恼所污染，所以今仔变作阿赖耶识。那么众生所浮现的这个心呐、啊。啊，个这个举止行动，拢是由这个个不净的业色所浮现的安尼。
所以这唯识学第八识的政治清净，哦，这个是比较在唯识中内底、法相中内底呢，较注重着这个业识、阿赖耶识的这个政治如何清净。政治如果那是真正清净啊，安尼当然咱众生都清净安尼，咱个人都清净，都无贪嗔痴，啊，都无这个五味的六道轮回生死，哦。啊，就解脱这个个咱人的这个个免受的六道轮回，就解去到这个八，啊，就脱离这个烦恼呢。吼、哦，所以呢，得讲众生啊清净，就讲咱个人啊是清净，大地啊、甲国土啊、甲所有的众生自然清净啊呢。所以咱个人注意一点问题，你对个人要求起啊呢？哦、你对家己要求起安尼较对，你唔通一味要指责别人，安尼都无对。因为我讲一句实在，大家拢会唔对。因为今仔日无论我，还是凡夫精，那么咱注意，还是一个三宝中的这个凡夫的三宝安尼。但是今仔日其他一般世俗的人，因为伊无听佛法，当然伊。可能较会因为唔捌因果，所以较会唔对，这是事实。譬如讲，咱厝内的人，无论爸母啦、兄弟啦，还是讲咱的囡仔大细，因为伊无听佛法，当然伊要循规蹈矩是较无可能。咱今仔日嘛无可能，袂当完整啊。若较会完整，的代志就解决了嘛。所以咱的唔对，咱厝内人讲唔对，但是咱拢一定要用宽恕的心。既然咱会唔对，当然厝内人都唔对，厝内人会唔对，咱也会唔对。所以我有一句甲注意讲的，用严来严家己，啊，用宽恕来宽恕他人安尼。那是真真正正都唔对，那会当宽恕就宽恕。啊，那袂当，譬如讲，伊这个人的唔对，都对团体中有真大败害，那么就灭病，灭病就讲让伊出去安尼，较袂伫心内底去干扰安尼，哦。所以咱即马就是讲，对个人先清净起，啊，那是周边的人，啊，种家庭的人，有啥物唔对，用宽恕的心，但是咱袂使宽恕家己，啊，那袂使宽，因为咱那是宽恕家己，咱会为家己讲出一挂，家己赌气，就讲我今仔日对这个罪恶无要负责的迄个话出来，会变安尼，所以对家己若唔对。啊，就安尼讲，这就一个为家己辩解，安尼你的心就不对啊。啊，那是讲边仔的人有唔对，你爱宽恕，这点是比较较健康。啊，所以严以律己，恕以待人，用宽恕的心来对待咱周边的人，这点咱大家记得安尼。所以咱众生个个那是拢种清净，哦，那么这个大地啦、国土自然清净，你注意这点。所以。这句话我再讲一遍，你的内心第八识安那也是那是清净哦，你都无杀盗淫，都无贪嗔痴，啊，都无恶口、奇语、妄言两舌，都无安尼。所以这点是由净化内心做起安尼。哈、哦，那么这个佛法中，啊、哦，佛法中这个声闻声所注重，对这个修持心，而且这个声闻声伊所注重的哦，也当见个。见罗汉果啦，见辟支佛，见辟支佛果啦，有那就是伊一定爱心心清净。我无骗你，唔是讲伊蒙蒙白白，伊就会当解脱的。所以一定爱注重个人心心清净，注重远离烦恼，爱注意这点。所以安尼呢，就是远离烦恼，烦恼就是无明啦，吼、哦，伊一定爱远离，所以伊绝对袂使搁再唔对。一定要远离迄个错误，吼、哦、啊！远离迄个未晓，较现出自心，诶，即个清净功德安尼，较会当安尼。自心的清净功德，就迄个如来藏的光明就对，较会当现出来。所以个别较会当得到解脱见果哦。所以咱今仔日要自修，要解脱，要做人天的模范，咱嘛是一定要注重离烦恼无明。一定要这样、哦、注重离烦恼啊，气度无明，一定要注重这样，
自心清净了，咱才会当有真真正正会当做人天模范，才过来度众生安尼。这点爱注意，这点。所以大乘菩萨道，伊就无共啊。大乘菩萨道，伊不但求得个人的清净，伊嘛要一切众生拢当清净安尼。啊，不但要注重一切众生拢清净，当然众生也是清净，大地都清净。这个娑婆世界，这个无明环境、罪恶的世界，自然变作清净国度，这是真自然的代志。所以今仔日咱大家看大地多灾难，应该大家知影，非常的恶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唔是干那台湾的问题尔，全世界你甲看，这一个月来有十几位的所在拢种大水灾，应该大家知影。那么这个每一个所在大水灾呢，有的拢死了，有那含咱只平均两百几个。今仔日咱台湾是已经死225个，就是死个甲失踪个，迄拢总绝对无救啊。那么其他印度啦、芝加哥啦、土耳其啦，哈，啊加即个个其他真侪所在，我前日甲看，迄、那个新闻报道起来呢，伫即个月内拢总有十几位个水灾啊，哦，韩国嘛水灾啊，哦，应该大家知影嘛。即、這个就是啥物货呢？再个问题啦，哈，就是大地不净，就是大地所有众生内心不净，内心不净就是迄个业识的相分，啊，业识的相分，佮变作大地即个有形上的即个相分，佮人民来受，众生来受到即个苦报连连啊不断。你佮想讲咱台湾安尼，迄、那个921的赈灾，佮今仔日还无超过两年。啊！你讲看伊个，佮即个大水灾啊，地震过来了，佮大水灾。啊，当时921地震的中间呢，即、這个世界拢总嘛是七位国土，有哪款的地震？哦，应该大家知影嘛。即、這个就是啥？即、這个祸劫连连的原因，就是咱人的地白色的清气色内底迄款罪恶相分，佮显露即个罪恶的相分出来，即、這个罪恶的环境，即、這个死亡。恶劣环境出来，哦，应该大家知道，这是心无净所影响出来。所以心内底有去讲安尼，啊，菩萨道就是一定爱，有那爱个好，伊不但家己要清净，有那要个度众生清净，啊，个要好世界清净安尼。所以即嘛，这个大地要变化吼，大地要无灾劫，真真正正要救台湾的话吼。我是想讲来教化、净化众生的这内心，才是根本道理安尼。吼、哦，应该这句话大家知影较对。一定要釜底抽薪，净化内心，净化人心，较大地有幸福的日通过，大地较无这个天灾人祸。应该这个道理就是对净化人心去，啊，这个大地较清净，安尼才会当现出。譬如讲，菩萨道就讲，唔是我个人解脱道，一定爱众生同解脱。这个大地无灾劫，这个对啥？佮显出大乘菩萨的特性，唔是求得个人好，就求得大地内底无灾歹的代志发生。哦，那么这个问题应该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啊。所以佮讲学大乘菩萨的话的人，一定爱从两方面来学，哈、哦。一定要这样，第一就是修福和修慧，这个修慧就是自度，因为自度你如果没智慧你不能自度，你要考虑一点，不能妄想，不能说我要修行啊，黑白修，没智慧的人就不能自度。但是这个修福福德就是度他，唔当求得个人圆满，一定爱有那众生共圆满。所以今来咧讲，也就是彼地相温，彼就是救度众生，地就是自度。你今仔有自度的本事，较有可能度你家己家庭的人，甲度这个社会的人士。啊，你若是本身无自度，法义上无具足，你要度其他的人嘛，较无遐圆满，这是事实的代志。所以这个彼地相温，大约来讲，就用书圣义来讲，福德就是大彼度众生。福德的意思是安尼哈。那么这个
自然较成就世界清净安尼。你得爱发心教化众生，教化众生，你对这个点要对对讲起，我那得你该彻底该讲一个清楚。众生今仔日会陷落这个多灾多劫的这个环境里，问题出在对一只，你一定要好甲讲安尼，哈、哦，一定要注意这点。这个大地各相啦，吼，各种不停的相，这个相是对对来。即马注意一点，就是由咱人不净的这个阿赖耶识变出来，这物件变出来。这个在业识境界叫做相分，因为这个相分内底有贪嗔痴。有贪嗔痴，有杀盗淫，各种的恶政治伫咧。既然有各种的恶政治，叫做相分，当然时间因缘生成，这个相分会浮现，浮现大地各种的相分，也是个人的这种苦厄。这物件无奈，吼、哦，众生的这个苦厄，就是由这个个人的众生变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灾劫人祸、车祸啦、火烧小事啦，各种的这个不幸的代志，这个是有哪这个内底这个业色生这边的，吼、哦，这点在微识上呢，所讲的讲你如何去净化这个，那是会当净化这内色的生气，当然你就无个人的这个苦报的咧，一定要注意这点。但是这个强业中，那是讲强有拢总这个相分内底拢总有这物件。买物件，当然就起出这个天灾出来，这是必然的代志。啊，那是讲都无这物件，你个人无这物件来讲，你都无这接受到这。不过今仔日虽然咱无接受到这哦，近代地震咱也无接受到，吼、哦，旧日的地震咱也无去有到这。啊，这个现实，这个七月二九这天，而这个风台咱无遇到，唔是咱都无哦。要注意这点，但是咱今仔日有加修，自然有加净化，可能这个自然就产生变化。在这个大地有真大苦难的中间，由这个强业，它产生这个白业出来。那像讲，迄、那个这回，都有人去水流去到这个个森林出去，迄个港口林，啊，住伫迄个海中安尼漂流十几天。十点钟，他去被救起来。这个就是由这个大灾的强业中，以个人变得白业嘛。有这个人对不对？有一个这个人，这个强业中，他变出白业出来。这个就伊内心含七点人，无什么特别的这个共同死亡的这个环境。哦，这个同咱今仔日若有实际要修行，你卖去考虑别人讲啊，伊要修，伊唔修，你也卖考虑，因为你若要修行。在这个强业的苦厄里底，你都不现出含面共同的这个相，这是真自然的。哈、哦，地震的中间死2700多个，这个就叫做强业。但是无死的人嘛，过了不好呢，你还怎样呢？今仔日报纸报一个讲，伊在地震的中间去跌一个脚，拢总未顺啊，要走拢未顺。但是这类走无哩，脚又形作坠楼，叫和土石流个安落。安尼就是当时死无去，即类无死煞未代志安尼，煞必成安尼咧，吼、哦。那么即个对啥呢？即个对苦报连连，而即个问题对即伊本身的即内容内底人吼，即、這个相分内底都有即歹精气，较浮现即歹问题伫个身上嘛。有诶一个家庭内底阴六个，拢总败咧；有一个家庭十个拢死诶。哦，你甲想看卖，当时地震呢，有一家口37个，拢总死36个。这何等的这个大罪报呢？你甲想看卖，这个就是啥？这个家庭中这个强业的相分，甲现出伊现实，伫这个世间苦报的这个基本因素安尼。好、哦，就是基本因素就是这物件。所以咱今嘛要讲教，要讲教。咱即嘛，譬如讲，我有一天会当说好啦，你对微识学。这个、一定要来研究，为什么要研究？就讲心的污染相分，这个产生外靠大地上，这个如何去甲教育？这个叫做釜底抽薪安尼。釜底抽薪讲，
今仔日我要帮助众生，不如来改教众生，将来免法帮助着。就是特地来改教育，教育讲你今仔好好修行，好好忏悔修改，将来就唔免互人甲你服务，来去甲你恶啦，你代志对啦，来甲你恶啦，啊你厝内已经阴气啊，来甲你吐沙石啊啦，啊是来遐煮饭互你食。都唔免有在企业的服务，就是讲你对根本的这个心改对治，伊将来就无再苦厄啊。所以这个菩萨行，要净化大家的教众生，这个对这个众生净除内心，而这个不善的精气开始安尼。这个所在呐清净，就无再物件；这个所在呐无清净，那么这个苦报啦、苦厄啦、天灾啦、人祸啦，就不断。哦，连连不断，这是必然的代志。譬如讲，咱家庭若是无顺，就变成祸不单行。这个祸不单行，应该知影嘛？家庭若有顺，也无代志；一年也无代志，两年也无代志，一生当中无代志。哦，啊，有个人呢，今年出过来行，明仔载佫出过来代志，一年当维系过来的，三年死七个嘛有啊，三年嘛有人死三十六个啊，这我都捌讲给你听。这个叫做苦报连连的问题，出在这内心的这罪业，并无净除，今仔才变安尼出来嘛。吼、哦，爱注意啊！吼、哦，所以这个吼、哦，算起来悲哀的这个人间道啦，吼、哦，佮产生这个悲哀的这个各种真不幸的这个问题出来安尼。吼、哦，这点爱了解一下哈。所以今仔日佮讲安尼哈，啊，讲、哦、今仔日那会当要教育众生。哦，啊，当然就爱，和这个人生清净，对内心清净，内心清净，这个世界绝对清净。哦，这个讲自然成就，世界清净。哦，这种爱记咧哈。但是这个菩萨要引导世间人，爱引导世间人，人人修行啦哈。但爱讲个基本咯，就是一定爱世界自然清净啊。但是你要引导人人修行，就是你一定要甲众生讲，你要修什么行安尼，你应该修什么行才对。好、哦，爱注意这点嘛，该根本教育净除内性。所以这个智慧的将实行实修，免哪样实行，一定要研究三藏经律论，一定要注意，所以咱一定要好好叫做法门无量誓愿学，才会当成就菩萨道哦。那法门你唔学，你白日啦吼，连自度都无可能，你要怎度他？你真真正正爱慎重这个问题。但是你今仔日若有信仰，较真较会当实修哦。你爱注意这点哈。你若无信仰，你绝对袂当实修。譬如讲，你真拼啊，真努力，但是到底你修了对唔对？你爱考虑。譬如讲，一贯道有真认真，但一贯道修了对唔对？啊，就讲其他的这个教文真认真，但是也解脱呗。你爱注意这点。但是伫佛法中，我前日较有讲过，你若是失去了这个因果理论，你话无完全知影因果，那么你就等于啥呢？你要修行，你就无对啊，你袂用修行啊，因为你无相信因果，你就袂作善，你就讲有作善甲无作善，你就袂甲作恶，你就袂感觉安怎？但你今仔日若是彻底知因果了后，你得我要修，我要就是要断这恶业啊。但是断这恶业，你若是如果讲我将来一定要有一个实质的德，安尼伊个未解脱，吼、哦，这个一定爱将注意。所以你今仔如何从实学中去实修，啊，要来净化啊，那也是一切精进呢。这点你未使唔捌。你若是如果唔捌哦，可能你修就修了唔正样。我讲你听有无？修唔正样咧，修唔正样，当然你若佫勉强去要教育众生，你要用甚物去教呢？对不对？要用啥去教？因为你安怎讲呢？你内心无清净，如来藏的光明无出来。我甲你讲啊，你所有的讲经说法啊，拢总袂如法啊，袂如理啊，我无骗你啊，拢会凊彩用你个人的这个业识上啦、意识上这个。起现行啊，就凊彩乱讲一场啊，因为无一个重心点。所以我即马甲注意讲一个，即句话要特别讲的。你今仔日好好好好伫佛法上建立一个正知见，将来做咱佛教中的中间分子。中间分子敢听无？有哈？较会当做中间分子哦，较会当做人天的模范。
你如果今仔日都未当净土类些，啊，都无要实行，你甲想讲你将来要做啥？连个人解脱都无，你要安怎样完成四王誓愿呢？因为完成四王誓愿，一定要彼此相闻啊！啊，彼此相闻，你家己内心爱清净，互你自性流露，你家己解去到这个业，甲苦下了，你甲唔卡会当度众生，互这个大地成为一个大同世界。所以这个就是安尼，你来当叫众生清净，安那也是个这个境界，就是贪嗔痴啦。对待这个善政治啦、恶政治啦，要如何净化？吼、哦，这个正常要紧嘛？吼、哦，这净啊，咱怎么讲净啊？安尼自然身心清净，身心清净，个人身心清净，那么法界底下会当显露，法界底显露，你要说他会当，就会当公平骗教他人。会记住咯，你若无法界底显露，你公平袂当骗教到你的家庭、你的周边的人、你的所教育的人。你和你共同这个团体，啊，佮你内心无清净，国土嘛袂当清净，所以你一定要用这内心的清净，啊，佮迄个光明心来骗照十方界安尼。这个是重要的，我清净佮十方一切众生清净，这个是较重要。这个净的意思，安尼大概讲到这，暂时休息十分钟，明仔准好，哈，啊，咱知影吼。